虽然不大，但是种的花都很漂亮。 这里就这么进入老市区来了，这个好酷，德语念酷，而英语他们念 Chur， 差不多，还蛮漂亮的。这个就是 Overcall。 经过去的一个意思，里面有咖啡馆、餐厅，啊，带一个 museum 卡在这里 ，overpour 面的部分。 等下，它从外面再拍起来。有一个年代的，什么意思？圣贤穿那个。 刚刚是从里面拍出来。
老的这个街道，这有一个喷泉。等一下还要折回那边比较重点，在那边有塔的地方，哦不错，这个的房子景观都很漂亮。白色的教堂 ，British Pier， 这有一个老房子，这老房子。刚刚是从 Overton 左边那一条过来的。这里书上没有画，但是我看房子很漂亮，来走一下。对，这有 hotel 了。哦，这里好几家都是没介绍的。前面有一家。从河的外面，现在走进市区。这个城市的确很漂亮，室内的房子还有山顶那个边坡上面的房子建得很漂亮，城里城外都漂亮。看过这个 bus， 这个编号五号、六号、二十六号，这里到十五号、十八号去，十五号、十八号，然后过来河看了一点，就转回来了。现在大概是在这里这个教堂下面右边这边，1538。教钢琴的时候，是那点琴。这台雅马哈布莱德就要990。如果是9900，已经有两年了。990就是15万、35万以下的汇率。远远看到的建塔应该是，这是哪一个教堂？来查一下。圣马丁 Platz， 对，圣马丁教堂。外面这个，无论你都非常蛮漂亮的。